这名坐在轮椅顶的老大人，就是因为在火车的月台顶无守规矩，所以代替的废物列车给弄着伤。在值班台内听到列车进站时有长鸣笛声，赶紧跑到罗东站月台上看，发现有一部货物列车停在月台的栏端，然后同时也接获罗东站通报，货物列车撞起一名行人。这名阿伯啊，在宜兰罗东火车头落车了后，不是经月台出站，而是顺着铁轨路要行出去，列车拄啊经过，去闪着。好佳哉，迄当阵速度无紧，那无这名阿伯啊，就凶多吉少，所以坐火车就按照规矩来。因为刚好是一个弯道，所以列车有减速的情形，所以并没有只是擦撞到而已。那伤者是意识清醒，经送医之后，由医院解释有骨折情形。差不多到位。大概就这个。这个经过白啊写个大大字，就是禁止通行。阿伯啊说当作无看到，而且提性命伫个军生桥，根据铁路法的规定，一恐行就面临10万以上5万以下的罚款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